然后让那个你可以试糖，好像或者是好啊，做起来应该不错。试看怎么样子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我的频道，这位是柯颖儿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在这地方做一个非常酷的东西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要在那边用个人的健身工作室，这么说。对，然后现在呢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一开始是这样，有一点乱啊。我们现在打造属于自己的那个健身的空间，然后呢，我直接大手笔的买了器材。现在准备要开箱，然后之后呢，煮好之后给大家看长什么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要开箱这样。我现在叫我的员工帮我拆东西，没有？这样，你看我刚刚就是因为我给他钱啊，就是这样让他来帮我那个。当我的员工，一日员工，他现在帮我拆箱，我现在实在很懒，自己用。那个第一个要煮的就是卧推椅哈，椅子，给大家看这个椅子哦。首先第一个开的就是椅子，那椅子其实它蛮简单的，它不用太多的组装。这个套子要拿下来。哎，对，它可以调整它的这个斜度，它这个其实也还可以当仰卧起坐的椅子来用，这样。我们现在呢遇到瓶颈了，因为现在我们在组装这个卧推椅，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它的这个螺丝还有它的这些零件是要装在哪里。椅子其实它蛮简单的，它不用太多的组装。我是第一次组那个。好了，刚刚那个稍微研究一下说明书呢，现在已经把这个卧推椅给组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已经组好了，错吧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还蛮稳的，其实还蛮稳的哦。我刚刚稍微研究一下说明书之后呢，就是已经把这个卧推椅已经做完了，然后现在来试躺一下这个椅子。好像还蛮稳的哈，来，我们来试躺一下 ，model 型准备，躺起来如何呢？师傅，我的背有点酸，有点酸是不是？希望可以帮我按背，谢谢。这样这个力道还可以吗，先生？有点用力。哦，这样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让那个你可以试躺，好像我是。好啊，做起来不错，试看怎么样子。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，如果累的话，可以在那边睡觉。真的假的？行了。让我们为宇恩献上最大的祝福。行了。是困鸡的。你很烦呢、欸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就大家不用用石头来练胸。我跟。这个手在干嘛？这是错误示范哈，万一你的手没有拿稳，你的脸就完蛋了，所以大家不要学习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准备铺这个地板垫子，因为我们那个瓷砖啊，如果太重的话，容易是撞裂，对，撞裂，所以特别买了这个垫子来当防撞垫，还防震垫，就是健身的防震。对，它让它一些重量，比如说碰到地上，可以让地板不会裂开。对，然后也不会太吵，就是打下来的话不会太吵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先。把垫子的那个位置先摆好，这样啊，还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垫子稍微组了六片，六片总共是九，总共九片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组它。对，这边还有三片，应该也是要再组的吧？最后一个。
这是我的公主车，你先花钱请他来看看扫地。洗的。啊，扫个地而已，好快点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可是时薪给你1500，时薪1500，好啊，现在给我啊，少不少？现在给我啊，最麻烦就是玩人家主价值的时候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煮过，现在是煮的，嗯，老板出钱直接给员工用，对啊，这个价值呢，它只有对做深蹲、卧推，它可以做吊单杠的。这两个是，它是做功能的，就是很多种姿势。对，很多种各级都有。哎，它上面的那个介绍一下，总共里面有1234567891个东西。好，就是它的最大负重是200公斤，所以目前还够用。那这个呢？这个，哇，好多根，不是好多洞。它的洞就是你说的，要选一个槽，才能调整它。这个还有一根，对啊。很长的，对啊，很长。好，我们先行。好，我们先，它没有说明书。A 与 A 装。他现在这边 有说明书啊，说明书，他这是小盒子里面。厉害的人就是不要看说明书就可以组装。有电风扇就找啦，害我们两个现在就。会不会等下煮完就没有力量动？好的。你知道我们煮多久了？你要煮50分钟吗？好厉害！我跟你讲。我想说30分钟左右，对，走50分钟。真的？真的呀？这个要先说在这个边，因为这边太大了。他是插这个，很高，插进去，插进去。哎，那地上，我看不清楚。好，这样。我靠！哎，他跑圈去了。怎么办？它这个很大吗？很大啊！我看，这个要先锁才对。对啊，它就多长，先把它拿出来。应该可以啊，我是看有工具。对啊。他的那个皮在这里，怎么？但串应该是开了，有的呀。好，这样，快。
他妈不痛。等一下，手很痛，让我想一下，这手真的很痛。对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加油！不要当演到我脸。有有有！你那里？我操，其他三股快坏掉了。快，快开，快开！太久了。一个小时半呢，终于把这个完成了。哦，它这个是给你做单杠，然后可以做深蹲、做卧推，然后还有椅子。我们两个辛苦了，然后剩下就是把杠片呢跟这个杠，把它放上去，就大功告成。好，这是我们可爱的健身的小小工作室。完成，花了一个小时半，差不多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来试试看吧。好，来，第一位体验者呢，就是，还没有就撞到。好，来，起杠，好，下推，哎，先用用看习不习惯。好，轻轻松松。对啊，轻轻松松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还行啊。好，那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半左右，终于把这个支撑架组起来，完成了。准备要变成筋肉人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我们来看宇恩怎么来特训他自己。不是要抄你吗？我准备的就是要专门抄他的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如果接下来用到这个影片，我们都会再拍摄。如果喜欢我们的朋友们，可以按下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小恩这边。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那你觉得我们之后用到这个次数，你会常用它吗？你会常来盯我？我觉得我需要盯，因为你就是欠盯的那种。好，那我会努力一点。然后我觉得你自己要要求自己。哦，不会，到时候我来就全部都灰尘，就是这样。哎，真的？对吗？对对对，我们。